者陈慧琳台北报道。周董周杰伦虽忙着地表最强二巡演，但仍不忘夫妻间的浪漫情趣，带住老婆孙琳涵又小孩去泰国苏梅岛度假。昆凌不舍说 BYE 苏梅岛，希望我可以很快再回来，要离开苏梅岛。昆凌特别分享多张美照，看到她和老公周董在美景下背靠住背，甜蜜相依在一起，网友都羡慕说太闪了。也有网友联想到过去周董和方文山帮蔡依林写的布拉格广场，觉得歌词那画面太美，我不敢看。最能形容看到周董夫妻美景中相依偎的感觉，昆凌让很多女生羡慕不已，觉得她嫁给周董受到公主般的待遇。这次一家人在苏梅岛入住高档 W 饭店，女儿小周周也打扮可爱，穿着蛋糕裙和妈妈手牵手。网友发现小周周好像又长高了，看到昆凌一张张美照，网友也惊叹好像在仙境。昆凌左肩住女儿小周周，置身美景之中，翻摄自 IG 昆凌宛如处在仙境，翻摄自 IG 周董佐和昆凌甜蜜背靠背，翻摄自 IG 昆凌度假仍不忘健身，翻摄自 IG。